是争吵越是烦闷，仿佛我的错误早就围成他们，想要所有舆论遵从他们安排，加之网络世界谁也不能例外，毫不费力敲下每个字符完成最正确表态，那一条条的评论宣泄分开，所有人都不可赞成同仇敌忾，这观点不容谁抵赖。聊天室内取消的线上聚会，流言沸沸，每一位都站队，他们在社交平台上将我抹黑，却不给我任何机会还罪。正义万岁，谁又在乎谁？到第几天的我快崩溃，当他们的暴力言论牢牢绑住我向下坠，我已无路可退。剧本忽略着手脚的泪痕，社交平台每时每分都有反面角色需要被确认，他们为我递上表情装作理所应该，质疑我的一言一行都在变白，躲在屏幕背后看我自由赢得吗，我不知悔改，嘲笑我被这世界抛弃活该，蜷缩在黑暗中再也没有未来，好满足他们的期待。聊天室内喧嚣的线上聚会，肆意妄为，谁和谁是同类，他们用几句话表示内心忏悔，可我的生活却已被摧毁。正义万岁，结果只能支离破碎，我该如何戒备？正义万岁，谁沦为魔鬼，快当一切的我快崩溃，当我所守护的一切结果只能支离破碎，我该如何戒备？